新年快乐！今天大年初一，那前面两天，除夕前一天开始放假，然后除夕这两天忙了很多祭祀有关的活动。那今天来接老婆回家过年。天气超级好，原本还担心过年会下一整个星期的雨，但看起来天气应该还不错，啊，也会安排一些旅游。Ha ha ha.
等了大概一个小时。有这么久吗？排队，现在快四点半了。我们几点来？差不多三点半。那也不能说什么，因为我们自己要排超久。对啊，超多。这里就是整个中东地区唯一的星巴克。这也是少数几个咖啡厅。对。其实总共有路易莎，应该现在应该也有吧，说不定没开。卡斯达什么可颂，这个看不到。OK 的。好黑哦。